大家好，我是梅一丁。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对儒法的一些看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笑话，法国的步枪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他们是全新的，从来没有开过火，只在投降时掉在过地上一次。没错，这就是现在网络上越来越常见的儒法笑话之一。我给大家找了几张比较典型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最左边的这一张，法国国旗的三种用途：酷毙王室可以用左边，发生革命可以用右边，然后中间呢，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剪下来举起来当做白旗使用。我觉得儒法似乎就是将法国历史上的黑点都拎出来联系上，弄成一个笑话。现在这种笑话真的是非常常见，特别是在一战这种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总能在各种地方看到不少无法的弹幕。这个范围很广啊，从历史上或者军事上的视频到番剧里基本都能见到。虽说这无法团体的规模不算最大，也没有什么太成型的组织，但是无法总能在各种地方出现。虽然说儒法的不一定总是喜欢军事或者历史的人，但是这些人创造了大多数的儒法笑话，也正是他们将儒法传出了自己的圈子。我曾经和一些法国的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并且我也问他们对儒法是怎么看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表示他们自己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或者开这种玩笑，有时也会用这种玩笑去调侃一下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对于用这种儒法笑话来概括法国历史的行为也是深恶痛绝的。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辉煌文化的污蔑，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儒法团体有一些人会乱儒法，这些人也许他们喜欢军事或者历史，但是他们对这些笑话背后的故事并不了解，他们会在各种地方乱儒法，比如在有关一战、拿破仑或者路易十四的内容底下。法国在一战时候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才赢得最后的胜利，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帝国是法国近代史的高光之一，路易十四使法国君主集权进入了极盛，被后人尊称为太阳王。这些跟风儒法的人，他们不会在意自己的行为对不对，他们只是觉得像儒法这种东西很流行，很会赶得上潮流，他们仅仅是将儒法当作了一种工具，用来显示自己没有所谓落后于时代，而对这些笑话背后的故事是了解甚少的。这种跟风的行为还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其实跟风它的出现是相当正常的，人是群居动物，和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待在一起去做共同感兴趣的事，我觉得没什么不对的。比如说学校的社团，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学生们聚在一起去研究去讨论一些课内或者课外的东西，然后在社团内分享，到最后社团内的所有人都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我觉得这是群体无法替代的好处。但同样的，群体也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词叫做群体极化，意思是说在群体中人们的观点整体而言会比个人的观点更加偏激，因为在一个群体中都同意一个事情的人们会互相加强各自的观点，结果就是大家都更相信自己的方向就是正确的，也就变得更加极端。在儒法团体中有一些人，特别是对整件事并不了解的人，他们为了显示自己有多喜欢儒法，有多么能跟得上时代，就会不断的在更多的地方去儒法，最后伤害到别人，伤害到那些本来不该被辱的人或者事情。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追星，每一个明星自己的粉丝都结成了一个个小团体，然后在一起去讨论分享自家明星的一些日常或者作品之类的。但正是因为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喜欢都是同
他人面前去展示自己对于这个明星的喜爱，于是就去做应援，或者在网上去反驳对这个明星的批评，结果就是大家都在攀比这种事情，到最后就造成了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粉丝倒牛奶事件，或者是微博上的粉丝互骂，这些都造成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还有就是群体中个人个性的丧失，比如说面对面的时候，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不管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都是自己的行为，自己要为他们负责。但在群体中，群体的行为不一定是个人的行为，所以个人不一定会被群体的行为买单，这就是法不责众。大家都觉得对方的后果不是自己造成的，自己不用去为这些后果负责。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人因为某一件新闻就遭遇网络暴力，但是这些网暴的人很少是有从多方面去了解过事情完整的经过的，所以在新闻出现反转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去网暴另一方。在整个过程中，这些网暴者有付出任何社会上或者经济上的代价吗？我想没有。就像我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执法的人一样，我们也不太可能抓到第一个断执法的人。就算我们能抓到他，那个人恐怕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而付出什么代价。而至于那些跟风执法的人，就更不太可能被追究法了。这样一看，没有什么成本的跟风执法能带来的伤害就相当大了。所以说，带来伤害的不一定是执法，而是跟风。当然，除了执法，像追星甚至是炒股都是这样。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对事情有自己的判断，是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理性的态度。但是如果被夹在一个群体中，缺乏思考，就和大家一起往一个方向去冲，随大流的话，不管自己原来的立场是什么，到最后肯定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更加极端或者是摇摆不定的立场上。我觉得比起无法跟风才是伤害的来源，也是我们要全力注意的。谢谢大家。